你上来看看啊，真的没胆，真下来看了。这个肯定得下来看呀，否则这个真没戏了，完蛋了。我搞这个胎子去了，我操！万一他是严肃一点，我操！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忽悠我，那还是下来看一下吧。那那个线，那你现在状态没戏了，跟他平常很像。陈亮坐他的车，他是跟在我们后面，他说我们在没事，我再来看，结果骗我。妈，昨天开俩小时回家了。昨天我开了一个到小湖，一路才到家。昨天晚上更堵了。